那另外就是如果葛拉汉上来说在防守的这个脚步可能会更快之外，面对对方区域联防，他这个正在场的不过能力是相当不错，太漂亮了哦。把贾立克过来，哇，但这一次交的不是那么清楚哦。边啊，离白耀城非常的远，再给到小白，这边转身找篮筐，两分球弹了进去。卢俊祥这边带球吸引了非常多人的注意，外围小白的三分球，现在领航员的。刚出现哦，对，哇，上半场是只靠罚球拿下一分，小白这个提前的上篮再加两分，对，现在领航员有本钱可以来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，对，小白的中距离跳投再加两分，单节目前九分，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